河雪梨看苍溪，苍溪雪梨看双排。正值这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季节啊，我们也是慕名来到了四川北部。这儿呢是广元市苍溪县应山镇的双排村。吹着这柔柔的小风啊，眼前这个场景真的是美得世外桃源一般。为了不辜负这美景啊，我今天也是专门找来了一件利器，咱们接着出发。位于四川北部的双排村，处于山地向盆地的过渡地带，高低错落的地形利于果树的生长，湿润的气候，充足的降水，使得双排村春有繁花，夏有硕果。本地人世代以种梨为生，是远近闻名的产梨大村。本期我的美丽乡村将带大家一起揭开这个产梨大村的神秘面纱。哇，我们现在啊是真正走进了一大片梨园里，离着千树万树梨花最近的距离了。你看这满枝头白色的小花啊，给人感觉是浪漫中又不失一份清雅。我还听说啊，在这每一朵梨花的背后都伴随着经济效益呢，所以咱们也到园子里去找个人聊聊。哎，那边好像有几位老乡，咱们过来看看。好，你好，嗨，打扰一下。嗨，好。哦，这是在忙什么呢？现在在给果树授粉去。哦，授粉啊，我看你手上拿的这个是花粉。瓶子里面这就是花粉 啊对对对，颜色有点深啊，就是这样的、哦、它里面还有这个看淡黄色的那个粉末嘛，嗯啊、哦、然后这个授粉它是怎么完成的呀？就这样看一点嘛、嗯、轻轻一点就算完成了。对，这整个园子的梨树每一朵梨花都要进行这么一个步骤是吧？嗯，对。哦，这个工作一般要进行几天啊？大概要三四天吧。多少棵梨树呢？几百棵，具体的我不清楚啊。那这个梨园您种了有多久了？四五年。哦，这四五年间种这个梨树怎么样呢？嗯，刚开始吧，一般，效果一般。嗯，然后后面嘛，还行，比较可以。嗯，因为一直在外面嘛，然后在上班，然后小孩也不能带嘛。嗯，然后自己就回家了嘛，创业嘛，相当于一个收那个。哦，那一开始刚种梨树的那一年，收成怎么样？刚开始吧，收入也不怎么好嘛，不太理想、嗯、就两三万吧。嗯，然后慢慢的嘛，一年比一年好嘛。啊，今年的话这些梨树一年的收益大概能有多少了？嗯，十万左右吧，十多万吧。哦，那是很大的差别呀。对，刚开始不懂嘛，嗯，然后问那些老师傅嘛，慢慢的一点点的学的。每年都在学、啊、对对对，还在改善这个梨园哈。嗯，对。所以现在其实心也基本上定在家里了啊。对啊，因为在家嘛，果树也误了嘛，也那个照顾了嘛，小孩也照顾了嘛。嗯，那其实不仅是像我们这个果园哈，整个村子你回来这四五年间应该也有挺大变化吧。开始回来的时候这些路嘛都没有通，现在都看家家户户都通上路了嘛。嗯，村子现在有梨园的人家大概能占比到多少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哦，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个。嗯，那看来一会儿我还是得再去更多的梨园逛一逛了。可以，这个可以、行，不打扰您，接着忙。好好好。双排村常住人口1400人，雪梨种植面积1200亩，村里家家户户都有梨园。文荣告诉我们，作为年轻一代的新农人，像他一样回乡种梨，通过几年学习，沉下心积累经验，达到年入十万收益的人，在双排村是很常见的。在村里发展特色雪梨种植，既保证了收入，又照顾了家庭，两全其美。与文荣聊完，我沉醉于美丽的梨园间，在开满梨花的季节，要深入了解双排村的美，还是要找个双排向导指点一下。穆书记，麻烦您给我们做做向导了。可以的，可以的。其实到村子以后，我们还真不知道从哪儿转起的。那一看哈，我们这边的话，家家户户都有果园，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来观光
玩耍的人很多，啊，还可以参加一些活动。哦，我们这边人员的话都很热情的，你可以到每家每户走一走，转一转。哦，你往前面走，小心一点脚下。好，你看顺着这个道过去的话，嗯，这边的话，我们准备的马拉松。参与这些活动都可以的。哦，就是村子还有很多的活动哈。对对对，那我得赶紧去找一找双排村的美了。嗯，走。随着向导穆秀波书记的指引，我们也是闻声赶到了双排村马拉松活动现场。我宣布密深镇第一届梨花杯全民健身跑比赛正式开始，炮响比赛开始。看来啊，我的速度是有点慢的。你看大家活力满满啊。在这跑步真的很容易分心啊，你看两边都有很漂亮的花儿。你看在我身边，梨花油菜花都铺展在这个山野之间。所以在跑起来的时候，这个过程中就觉得一点都不累。哎，咱们来报名分次点的票，今天有命。现在呢，比赛结束了，大家还在颁奖呢，还有奖品哎。其实今天跑的这个过程中，我也挺有感触的。虽然双排村还没有大规模的发展旅游业，但是它的这份原生态啊，也许会成为很多都市人想要回归田园的首选。乡间的马拉松围绕着梨园展开，在梨园间慢跑，边赏景边运动，对于都市人来说，正是十分难得的机会。随着游客的口口相传，很多摄影爱好者、自驾游团体都慕名而来，大家在这里春季赏花，秋季品梨，有人气的地方就有经济效益。双排村梨产业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旅游，这让双排发展旅游业成为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怎么突然有这么多人过来啊？咱们也过去问问。你晓得哪个是在巴西呀？你好，打扰一下。哎，你好。现在大家这是在做什么呢？这个就是在讲解梨树的种植那方面的一些细节问题。这个是个老专家的这个。今天大家一块来的人还挺多。啊，对。啊，有多少人？20几个人。都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是有中央选调生、省上选调生，还有市上选调生，是属于选调生下基层，然后对于基层的那个了解的一个活动。哦，那今天过来感觉怎么样？还是有点震撼的，因为我是北方人，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面积的梨花。哦，所以也是第一次过来是吧？我是第一次来的，因为我不是四川人。哦，那今天这个活动有其他的收获没有？感觉就是也知道了我们农村不像以前那个样子，至少就是啊，真的是知识就是财富。这边他们就是从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所以说这边运山这边出了很多很多高级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名人，学到挺多，挺有收获，然后对于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也是有了一定的新认识这样的。哦，嗯，然后现在又看到整个村子，它总体的样貌。对对，南北方的村子还是各有特色的，但是可能南方的村子就是绿色更多一点，因为现在北方还在下大雪，但是这边已经是春意盎然了。啊，
对，就还是很享受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气息的。嗯，好，谢谢，不打扰你们。嗯，悠久的种植历史，丰富的种植经验，双排村吸引了很多外地人前来学习。当下正是授粉的关键时期，技术上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傍晚时分，我们也是赶上了一堂乡间的授粉课。就用也引起我们的梨子不饱满，歪七扭八，这是梨花的一个特点。所以如果蜜蜂，我们靠蜜蜂来授粉的话，蜜蜂这个粘稠度过高，因为它感觉到非常很费劲。所以我如果真的我们大量的梨花要去靠蜜蜂来授粉，是不是很现实的？所以我们还需要人工授粉，我们就要采这种铃铛花，自己回去找个结别纸，把这个看把它揉下来，自己包。这就是我们要采粉，还可以不够，我们去买粉。买粉呢，如果粉子用量过大，我们可以买食虫子啊来作为填充物。如果我们去买奶用奶粉，也可以啊。包括玉米粉。大家这个课听的感觉怎么样啊？好，清晰吗？清晰吗？哦，有帮助吗？有。哦，我今天也很受教。你好，赵老师。啊，你好。嗯。我今天也是认认真真的听了一下，感觉挺通俗易懂的。像我这个外行，很多内容我都听懂了。嗯，像我们这边大概有多少位专业的这个技术讲解人员？这边呢，镇上呢就我一个，然后我们在每个村发展了一个土专家。这个过程中，您自己感觉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呢，做这个事情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嗯，一呢，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二呢，现在水果产业到处都在发展。怎么把我们这个特质要体现出来？就是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那我就想把我们这个仓鸡雪梨，我们运山镇这个特色水果，这个特字推出去。通过了我们讲这个授粉呢，就可以帮老百姓一个提高产量，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提高品质。所以您这也是全程的督导整个种植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对对对对对是吧？对 对, 对、哦。那这个过程中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还能再问您是吧？可以可以的，还有可以到田间去亲自给他有什么疑问去给他看一看。会不会觉得挺累的？我觉得是很愉快的事情。每年你只要到了这个丰收的季节，看到老百姓这么高兴数票子，那我心里也是很高兴的。我相信以后我们这边的梨园一定会越来越美，越来越棒的。虽说是乡间授粉课，其实是实实在在的实战干货，清晰的讲解，手把手的教，村民收获满满。双排人知道，要想种好梨，取得高的经济回报，学习和运用科学的种植技术是非常关键的。想要把自己的梨品牌做好，每一步种植都要认真对待。现在上级在种植的关键时期，定期会给村民普及现代种植技术，提高产量质量，让老百姓种明白梨，把钱牢牢地装进口袋里。第二天我们要去拜访一位双排村的种植能手马洪武，听说他有着多年在深圳打工的经历，后来毅然返乡种植果园。我听说您一开始也是从外地回来的是吧？是啊，2014年，从深圳那边。当时怎么想到就要回来呢？因为我是农民嘛，我学的也是农学专业，所以说有这种情怀，希望把农业搞好。和我一样的回家创业的人其实现在越来越多。我也希望带动更多的人回家创业。可是回来以后其实这每天事情也是不断的哈，包括还有面临发展果园的很大的压力吧。其实最大的压力来源于家庭，就是说家庭的父老乡亲他们都认为搞农业
是赚不到钱的，都非常的反对。但是我认为农业是大有可为，搞好了以后比外面打工要好得多。嗯，马大哥，我发现这片树下这些很多的是杂草吗？这就是草嘛。这需要除掉吗？不用除掉。这个草对树好处非常的大，反而有利于果树生长。对，它保水保湿，还疏松土壤。这一片的这些花开的都很密呀。是啊。马大哥，我发现前面的这些梨树好像长得矮一些呀。这是后面栽的嘛，这大概才4年。4年左右是吧？对对对。但是他们已经开始结果子了哈。是啊是啊。那咱们这片园子种出来的这个果子怎么样啊？我种的这些都是生态果、有机果，主要是有机肥。少量的化肥。咱们家这个果园种出来的果子，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特别的甜，特别的好吃，还特别的大。自信满满啊。那当然。马大哥，那您现在这个园子一年水果的产量大概能有多少？大概有4万多斤。那这4万多斤的果子都是自己对外销售吗？这个销售我交给水果商，然后自己把精力全部投身在这个提高水果的品质产量。如果销售同步自己来做，那样产生的效益不是会更大一些吗？可是我提高了水果的品质产量，在这边我的效益是最高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嘛。所以还是要更专心的把精力投入到水果种植上。马洪武现在种植近40亩果园，收入越来越可观。家里人原来反对他回来种植梨园，现在转而全部都支持他。他告诉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来发展农园经济，收益远比在外打工高。思路清晰的他一心搞好梨的种植，把梨的效益最大化。如他所说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种植的人搞好种植，销售的人搞好销售。小文哥，现在冷库里面水果还多吗？还有一部分。现在属于淡季了，叫做少，不是很多，有点凉，还是挺凉的。这里面温度会控制在哪个范围？0到3度。零到三度。不过我已经闻到眼前的梨香味了。这些就是苍溪雪梨吗？对的。就是苍溪雪梨。像我们平时都是这样一整箱对外卖的，是吧？对的，6个一箱。看起来个头好大，我想看一下这个。哎呦，天哪，好沉啊！把它拿掉，给大家看一眼。哇，你看这一颗苍溪雪梨，它的这个分量，这得有多重啊？这个带最低也有1.5斤。1.5斤呢？哇，很扎实了。先尝一下。哎呦，谢谢。好脆呀。而且它的水分特别足，还挺甜的，甜得很柔和，也不腻。以前我还一直觉得这种个头特别大的梨，可能它的清香味儿是不足的，没想到真的是满满的梨的清香弥漫在口腔。哎，好吃。如果是你到我们刚成熟季节采摘的时候来吃，比现在这个味道更好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在库里面大概放了有几个月了，因为这个冷库的原因，它温度下来，然后果子的口感肯定没刚成熟那个味道好了。那这些苍溪雪梨都是从双排农户家里收的，是吧？对的，我们都是在我们村该家该户收的。果子还没成熟的时候，老百姓都给我联系我们了。去收的时候，对质量上有什么要求吗？有没有标准？质量上的要求非常高的。顾客收到过后，他会，果子的损耗啊，跟它口感啊，都是我们精心挑选过的。确实，现在看起来这一箱里面每颗梨好像个头也都差不多啊。差不多，这一箱6个，大概也就10斤吧。10斤，6个就10斤了。对的。那这些果子收过来以后，我们都是对外销售到哪里呢？我们主要是电商平台嘛，直播带货呀，这些还有就是政府采购平台，反正基本上，还是相当不错的，销量现在比去年、前年已经翻了好多倍了。说实话，像现在一年的销量大概能有多少？我现在一年在我们村上也最起码要销100吨吧。
起码100吨，多的时候能有多少？多的时候平均一天的话，大概10000件货要发的，也就是10万斤吧。哇，一件10斤嘛，很可观啊。嗯，对的，对的。嗯，您做这个苍溪雪梨销售有多少年了？有4-5年了吧。4-5年了。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线下销售是吧？对的，主要是线下销售。当时是销到哪里？销到我们附近周边城市嘛，老百姓也辛苦，就是自己坐班车啊、客车啊带过去啊，然后通过股贩子来收嘛，价格很低。但是这2年来说，这个销售渠道比较广泛的，特别是电商这一块销售特别好，也是老百姓的价格也起来了，包里也赚得有钱了嘛。对。所以大家也都更有干劲儿了吧？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说经过这4-5年的摸索，现在的销售模式应该是成熟很多了吧？成熟了，现在也基本上很成熟了。但是我们要向最好的销售发展的话，我们还是要在我们的质量把好关，要销得更远。永远还是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哈。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说我们双牌村的主角这个苍溪雪梨，也能更多的走向全国人民的面前了。对的。现在每家的园林外面都通了路，每年丰收季，文科龙的团队会将车开到梨园，直接将摘下的新鲜雪梨收走，做好冷藏，再销往全国各地。这样既保证了雪梨最好的口感，又增加了售卖的周期。与以前传统的线下销售不同，近几年双牌人开始探索线上销售，通过直播等电商形式，使雪梨的销售面更广，各地的订单纷纷不断。2021年，双牌村的雪梨收成3000吨，总收入900余万元，老百姓的收益一年比一年好。在村里行走间，热情的于奶奶邀请我去家里喝水。啊，坐会儿，跟您聊几句。哎，可以。爷爷好，爷爷好。那现在二位平时吃饭的话，是谁做呀？我做。您做饭？他也做不来饭，从来做不来。平时都喜欢做什么菜呀？我们平时就是发现一个素菜，一个荤菜嘛，两个人，一个素菜，一个荤菜。米饭这些都是，每天每顿都是荤素搭配、荤素搭配，烧点汤啊，那些，而且我发现您家房子也是要往山上走一点点哈，那平时出门走很远的路的话，方便吗？方便，有车，有打个电话，车就来等我们门口来了。就是我们这个村子家家户户是道路的。家家户户这个路都通到家门口，都通到家门口的。最远这个车可以开到哪儿？直接他你走哪儿去他就开到哪里去噻。你打个电话他就来了噻，就来的你爸爸来的。双牌村百姓间流传着一句话，3个1是标配，一套城里的房，一套村里房，再加一辆车。于奶奶在双牌村生活了70多年，亲眼目睹了村子的整个变化。除了3个1的标配，我想于奶奶和老伴儿现在的精神状态也是对双牌人幸福生活很好的诠释吧。了解了双牌人的故事，纵观这个坐落在山间的村落，人们一心一意专注于梨业发展，科学的种植管理，专业的销售，使梨业品牌响亮的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外来游客。现在的双牌人生活安逸富足，已经成为了乡村振兴事业的一张名片。走完了双牌，我们发现过去那个产梨的小村能够发展成为销路广阔、供不应求的雪梨之乡，靠的是热情淳朴的双牌人用勤劳推开了商业的大门，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智慧不断开辟着更美的人生路。又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在这漫山遍野的梨花中，双牌人新一年的忙碌又开始了。我们也祝愿双牌人今年都能有更多的收获，也相信双牌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那么下次我们还会遇到哪些美丽乡村呢？敬请期待。